他们在这边不久的原因，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，因为这边以前有两个岛，以前我跟你讲过，第一题17世纪基隆港非常的浅，所以船舶进来每次人大概100多，差不多是1000吨以下的船。那那时候那个船那么浅进不来的原因是为什么？因为下面都是暗礁跟岛屿。那那时候有两个岛，一个叫奉公岛，一个叫奉母岛。那刚好我们现在海军基地在的地方呢，它是奉。